一声尖叫，还有你，能不能不要问东问西，问个不停？还有你罪过分，不是戳人就踢椅背，你们作为家长能不能好好管管自己的孩子？你吼什么呀？他就一孩子，你真是怎么这样啊？跟一个孩子计较，真是的，就是没素质。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冷静，他们只是小朋友。 我是一个有爱心的成年人，也是人生。再忍忍。妈妈，他是盲人，他看不见。好了，你快坐下来。青青，不就是谈论个剧情吗？你至于穿的这么正式吗？其实。 我这次约你出来，不是为了谈论剧情的。你还记得那次我在自习室的时候，你突然让我给你当助理吗？还没等我答应呢，你就已经把稿酬和怎么分成全都给我谈好了。我那不是怕你拒绝我吗？其实，后来跟着你干的时候吧，每天都在赶稿，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好多次我都不想干了。 但是我看到你那么认真的样子，我又什么都说不出口了。哎，是不是被我的努力感动啦？青青，嗯，我就想说，只要你在我身边的时候，就算每天熬夜赶稿，我都很开心。只要你能每天陪在我身边，不管做什么，我都很幸福。 今天怎么了？怎么突然一下说的这么煽情了？我
我喜欢你。泪又在偷偷的配合，像误会把隔阂逼退到了角落。可你说什么呢？我们这是怎么了？我说我喜欢你。你这个小子居然敢骗你师姐，我就说你怎么那么不对劲。哎，刚才我的告白你能打几分？还打几分？我想打死你。青青，你真生气了啊？今天烟花真好看。上次是和顾南舟一起参加这种活动，那天也是吵得听不见。怎么，想顾南舟了？那天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可我一直都没有听见。后来我一直忍不住在想，他那天是不是想说喜欢我？也有可能是别的，说不定啊，他只是想让我小声一点。你是不是还放不下顾南舟啊？别动。在彼此怀抱里治愈。楚剑青。顾总，这么巧你也来分会了。你们俩？哦，我们正打算去看电影，顾总要是没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楚剑青，
虽然很仓促，但是我告白，排场一定要够大。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挑剔、龟毛，从来不说好话，也不爱敞开心扉。但我遇见你以后，我真的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以前我害怕人多的地方，有你在，好像没那么可怕。以前我讨厌去医院，有你陪我，好像也没那么糟了。我从来不愿意输给任何人，但我愿意输给你。周建清，我爱你。真的很爱你。我没有办法想象有一天会失去你。我也知道我是一个糟糕的人，但你能不能不要放开我，给我个机会，让我为你变得更好。劝好我这个小朋友。好，走。嗯。顾总，您找我。你和周建清计划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你能把他追回来是 Plan B，Plan A 是你被我气走。你干什么？别动！我喜欢你是认真的，但我会帮你回到顾南周身边的，相信我。南州，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儿？说。你以后不要再让他伤心了。他可是我最喜欢的女孩，以后就把她交给你了。你可一定要对她好一点。你要的方案我已经改好了。方案我早就看过了，我很满意。那你干嘛要我送过来啊？我就想抱抱你嘛。哎呦，咱们不是说好在公司保密的吗？哎，要不你把那个章程取消了吧？哎。
咱们现在像搞特务工作一样，好累啊。我自己定的章程，定完就取消了，不是打自己脸吗？那我们以后在公司就只谈公事。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 脑海在不懈旋律，弹奏属于奇妙的相遇，慢慢掉入陷阱。还没习惯这种奇怪频率，但我思绪已经被你占据。古灵精怪的小人心，就是让人如此着迷。错的开始就让错误继续，反正说不定更拉近奇妙的关系。你的笑像夏日风景，悄悄蔓延住进了心里。原来原来打开心扉，口是心非，发现你也在准备说出那一句也愿意，那就用力握住你的掌心。从今天起，星云公司章程第六条正式解除，所有员工包括老板本人可以和任何员工及合作伙伴在公司内部自由恋爱，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好奇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反正喜欢你就是我最纯粹的心。那一些后来的后来，顾先生和周小姐就像漫画男女主角一样，经历过风雨，走进了人生的新篇章。提问的内容这边都没什么问题了，不过顾总希望在介绍采访之前再播放一段关于青灵湖的制作花絮，让观众也了解一下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啊，这没问题的。对了，节目组还希望周小姐您呢，作为顾先生的未婚妻和天堂街十九号的创作者也上台啊，接受一段采访。我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呢。没关系的，您只要上台啊，随便说说就行。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周建清，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很久，你愿意嫁给我吗？不光坚定，自从我认识你以后，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看，我已经没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是什么样了。所以周建清，你可以不要拒绝我吗？你把麦克风打开了，你的求婚台词现场所有人都听见了。还有，哪有人会在这种地方求婚的？我才不答应呢。近年来风靡动画界的新贵制作人，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制作出了一部点击量超十亿的现象级动画《天堂街十九号》，还在缺少资金和支持的情况下，制作出了今年暑期引爆影院的票房黑马《星灵湖》。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星云动漫 CEO 顾南舟顾先生，掌声有请。你上去了。其实这一路走来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团队，是他们陪着我度过了每一个煎熬的时刻。今天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我很幸运能和他相知相遇，他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小太阳，
乐观又坚毅，受他的影响，我才能坚定地完成心灵，才有了今天这部作品。所以在此我要再次地感谢他，谢谢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感受到了阳光。顾先生总说是我给他带来了阳光，可他不知道那都是他留在我眼里的光，其实他才是我的小太阳。喂，顾南州，我到了，你人呢？你回头，我在你身后。那些日常摩擦的花火，如天台流星划过。抬头那一刻，周建清。谢谢你让我有了不一样的生活，有了从未有过的心动，还让我有勇气面对我一直以来难以逾越的心结。所以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顾南州，你是要跟我求婚吗？这次不算，再来一次。叮当吧，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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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底开花。要回答回答回答，我要比爱先勇敢的回答。你是我追随的步伐，只要有你在，我都不怕。看见吧，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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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底开花。要回答回答回答，我要比爱先说出真心话。你是我出发的童话。哦哦，牵着手就把甜蜜解答。你愿意嫁给我吗？刚刚好像爱的讯号，看隔空不变，你屏住呼吸，心跳在剧烈，伸着懒腰，谁会被谁记得睡不着。阳光恰恰好，浪漫在围绕，影子像我刚没听到，你再说一遍。脚印有多远，空气就多甜。周建清，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爱上了你给的细节，看见吧。你再说一遍，还是没听清。又回答回答回答，周建清，爱先说出真心话。你愿意嫁给我吗？是我出发的童话。哦，牵着手就把甜蜜解答。你冷傲小脾气，总让我又哭又笑，偏偏心醉在你。谁让我爱你，谁让我遇见了最好的你。哦，当吧，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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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底开花。要回答回答回答，我要为真是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才能遇到我人生中的 Mr. Right。 我只希望这样的幸福可以再长一点，看见吧，更长。心底开花，要回答回答回答，我要比爱先说出真心话。顾南州，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小心台阶。到底去哪儿啊？到了，看看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啊。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这可是我通过好多渠道，费了好大劲，才说服房主把房子卖给我的。你把它买下来了？嗯。快，进去看看，里头是不是还跟你小时候一样？之前的房主和我说，这房他买下来之后，基本格局都没有变过。去里面看看。嗯。赎回这个房子，是我和周子轩一直以来的愿望。没想到你替我们实现了。我知道它对你们来说有多重要，所以我想，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吧。顾南舟。嗯。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报答你了。你每天开开心心的待在我身边，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你们今天就把堂给拜了吧，我来主持，一拜天地。谁让你们来的？不用上班吗？是我让他们来的。妈，阿姨，妈，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啊。他们是？啊，他们是我请来的婚庆公司的人。各位。你们先进去实地考察参观一下，为一会儿的婚庆方案准备准备。好，辛苦了，没事。妈，你搞什么？你就别担心了，今天就交给我了。芊芊，苏苏，哥，你们怎么来了？阿姨，为了青青，你能把我们老宅赎回来，谢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别那么客气。那我这个做哥哥的，就祝你们幸福。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人都到齐了，我们一起进去讨论一下婚礼的方案吧。走吧。你好，您的外卖。啊，谢谢啊。你就穿这身去取外卖啊？我就开了一个门缝。扣子都扣错了。顾南舟，你干嘛呀？
你去补回笼觉吧。可你都把我吵醒了，我怎么睡啊？那你要我怎么办啊？要不你也多休息会儿。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熬夜？是心疼。谢谢你，顾先生。遇见你真好。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 脑海在谱写旋律，弹奏出。彼此怀抱。